啊，那过来来看，有285年历史的关店，古迹中华南窑宫，年久失修，真侪所在唔是后期，就是壁倒的泰鲁、碧气等严重毁损。经过立委吴秀芳争取到文化部70%的经费，中华市公所将要来动用到6557万办理修复。过后嘛来举办到开工仪式，针对正殿、河梁以及三川殿以及厝下等所在进行整修。在咧明年底，南窑宫60年一届的大建桥进行来完工。修复工程动工进行，先来向妈祖婆禀报，祈求妈祖婆保庇工程顺利圆满。大家大力，工程顺心。南窑宫这次的整修，主要是针对正殿、后梁以及三川殿等差错结果进行修复，总经费6557万，其中70%由文化部补助。去年七月，当时黄秀茂也特别邀请了我们文化部、我们文资局以及我们市公所，还有我们县府相关单位，特别来看一下南窑宫。的确，这200多年的历史里头啊，这10-20年来，因为没有进一步的修理，所以说修复，所以有一些地方的确是应该要修复的。立法委员吴秀芳表示，南窑宫需要修复的所在也阁真多，即个先针对差错结果以及处顶，后续阁裁划甲整点的部分，嘛希望文化部会当支持。那未来吼，除了咱的三川殿，啊，阁咱的古龙，啊，阁正殿以外，未来就是咱的即个彩绘。好，刚刚咱看到的这剪黏哈，啊，这种需要搁去做一寡修复哈，所以咱未来嘛爱拜托咱的文资局哈，搁继续给咱支持。南窑宫伫咧明年底要来举办60年一届的大造桥，即届征收卖赶伫咧造桥进程来完成。因为60年前啊，咱三川殿啊嘛是啊中秋庆盛的时阵，咱才来做到这60年的大桥。啊，咱明年嘛是咱这60年的大桥嘛已经要到啊。啊！希望讲，咱这次的工程会使受到咱妈祖婆的这个保庇，啊，会使这个工程会使更加啊，这个啊完善。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，因为彰化市内还阁真侪高级庙宇拢需要整修，公所嘛继续针对包括庆安宫在内的高级庙宇，向文化局等顶面的单位提出修复计划。多张新闻，中向彰化采访报道。